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，过两天星期日节要去除旧节，只是将和文士向法之前用工具作那耶稣杀他。第二节，即使受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百姓神论。第三节，耶稣在八千年状态麻风的士们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五年拿出一瓶肉膏之居的拿达香膏来打破肉瓶，把膏在耶稣的头上。第四节，有几个人心中很不自在，说何用这用棒皮上膏呢？第五节，这上膏可以买三十多两银子，就只穷人，他们就向那五人生气。第六节，耶稣说：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。第七节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，随时都可以。即使你们不常要我。第八节，他所做的事情，他所能的，他是比我安装的事，把上教以上就在我身上。第九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有说说这五人所做的以为纪念。第十节，十二门徒之中，有一个加略人犹大，去见知事长，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十二节，他们曾见了主希伯，愿意给他银子，他就请示如何得偏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十二节，除高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在以色列荣耀的那一天，门徒对耶稣说：你们切割以色列的粮食，有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？第十三节，耶稣说：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：你们经常去，必要人拿出一瓶水，迎面而来，你就跟着他。第十四节，他进那家去，你们就对那家主的说：父子说，王子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后在哪里吃一日节的饮食？十五节，他必赐给你们拜杀人是一件太了，你们就在那里比我们一批。十六节，门徒出去进了城，受你见的进入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一批了人是一日节的人是到了晚上，耶稣是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。七十八，他们坐是进食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是差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，然后卖我的。又第十九节，他们就摇手起来，一个问他说：是我么？第二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小差盘子里的那个人。二十二节，别有言之，别有启示，正如经上记载他所写的。但卖人子的人要火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多好。二十二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，就撇开赐给他们说：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赐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二十四节，耶稣说：这是我流肉的血，为当年流出来的。二十五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那新的日子。二十六节，他们从有事笑出来，望橄榄山去。二十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都有结多了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：我有结大木木然用超盘山了，但我复活以后，有差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彼得第二十九节，彼得说：纵然谁人跌倒，我仍不能。三十节，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就是今天夜里鸡叫两三遍以后，你有三次不应我。彼得却竭力地说：我就是必是帮你从事，也终不能不应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三十二节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斯玛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祷告。
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朝疆疆起来去迦南国。34节对他们说：我心里心思摇愁，几乎忧思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见相。35节，他招手往前走，匍匐在地，祷告说：倘若可行，偏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：父啊，阿爸父啊，差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擦去，然而不要求我的意思，只要求你的意思。37节，耶稣回答说：见他们睡了，就对彼得说：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见相骗事吗？38节，仲有见相祷告，免得染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恩义，肉体却软弱了。39节，耶稣要去祷告，说的话凡是如以前一样。70节，后来见他们睡着了，怜悯他们的人尽心的恳切，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41节，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现在你们仍然睡觉，安息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。42节，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啊，那卖我的人权了。43节，说话之间，不然是你的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且要去到带刀棒，从知识中和文士篇中落那里与他同来。44节，买耶稣的人请给他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前罪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出牢牢靠靠的带去。45节，犹大来了，谁知到耶稣跟前说：拉比，便与他前罪。46节，他们就哈笑拿出他，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拍出刀来，用打指示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根耳朵。48节，耶稣对他说：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49节，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天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些神超没有阴阴见伤的话。50节，也门徒都离开他台照了。51节，有一个三人人擦错皮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超作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擦身台照了。53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太子士那里，要召众知事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太子士一同出席。54节，彼得认真地跟随耶稣，与且进入太子士的人里和差役一同坐差货来叩货。55节，知事长和全公会前就跟进公告耶稣，要指示他，却前不错。56，原必要后世人作假见证，告他，即使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57节，又要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，告他，说：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年少所坐的天，三年内就有人坐日坐不是年少所坐的。59，他们超时作这么作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67节，太子士起来，参差众见，问耶稣说：你是么？都不回答。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？你60节，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太子士要问他说：你是从哪里当天中的儿子？基督不是。62节，耶稣说：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杖架的右边，加作天上的荣光临。63，太子士超时盖义父说：我们何必再用见证呢？64节，你们已经听见他这赞望的话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听他盖世的吹。65节，超要人吐吐沫在他的脸上，要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：你们说一人吧。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杖打他。
六十六节，必在差下边人这里来了一个太子，一家太子是第五年是五，第十六节，见必在口播，就看出他说：“你出来也是从拉萨来，人也属于佛的。”第六十八节，必在却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，你说的是什么？”于是出来多了前人。介绍交流，六十九节，那先看见他要对旁边站坐的人说，这也是他们的当地。第七十节，彼得又不承认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坐的人要对彼得说，你真的是他们的当地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第七十一节，彼得超发招住，意思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第七十二节，立时给交了天一片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给交两片一线，你有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超苦了。